找到那家伙的踪迹了吗？别急别急，那边。这薄茶味道真是太妙了，好茶好茶呀。是啊，不过这么香就是以后多来。各位各位，小店提早打烊了，各位见谅见谅啊。怎么这么早啊，我们还没喝够呢。啊，这怎么行啊，哪有赶客的道理，这才刚坐下。真的有为难之事，各位的茶钱我请我请。我说咱们别为难杜婶了，谁家还没个事儿呢，不是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走吧。是啊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下次再来喝。对不住啊，见谅。赵大哥都准备好了吗？全都在这儿呢，可还是差了不少。哎，最近城里的生意都差了许多，唯独我这里还算过得去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我想吃东西。咱不一定是有东西吃。哥哥你先吃。我不，昨天黑牛大哥给了我那么一大块牛肉吃呢，你吃吧。真的啊。哎，让你在家好好休息，你这人怎么都是老毛病了。我想着要是能找个活做，家里也不用这么难，不是？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，哪有什么活给你啊。城主，陈塘关何时变成了这般模样，必定有人在针对我们。你儿子敢打劫本官，简直无法无天。两位使者，你们勾结妖魔残害百姓，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代？我那孩儿追击妖魔去了，若是回来看到两位，我可拦不住他。不如这样，我私人给两位一些补偿，两位赶紧返回朝歌如何？哪吒这臭小子倒是大方，抢了财物居然给百姓们分了，害得城主您自己补着窟窿。分就分吧，心里有百姓就是好事。城主，真是城主，快快，城主，给您，这是大家一起凑的，可别让那两个贪婪的家伙害了哪吒。你们谢谢了，那使者自身难保，不敢乱来的，放心吧。真的真的。停下。找到了吗？奇怪，四周都是妖气，根本没法分辨方向。动动脑筋，全是妖气，不正说明啊，就在下面。儿子，哎呀，神马前辈，送你来此已是破例，俗世的争斗我是不会参与的。睡了睡了。走。好重的妖气，一定躲在这里。蝙蝠快给我出来。分头搜。慢，不对劲，妖气还在加重，这是大妖才能散发出的恐怖妖气。大妖？那只蝙蝠连我一剑都扛不住，也算大妖？真的不算吗？蝙蝠精，蝙蝠精！三太子的宝药果然有效啊。好可怕好可怕，吓死我了。笑吧笑吧，趁着你还能笑多笑一会儿。哪吒小心，看我的。
身手一击都这么强。无知的娃娃，若不是我旧疾复发，你算什么？今天就拿你练了我的百子引魂幡。耶、yeah! 啊、快闪开、啊、不好碍事！哎！你是谁？敢搅我的好事！你还没资格知道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先离开这里，找稳了。哪里走？上！你们跑不了，抓紧！喂！什么？没人可以逃过我的索命血爪！小心，小心！又来了！神马前辈，照顾好我的朋友！你要干什么？不愧是专门克制妖气的三昧真火。哼，别得意的太早。妖气化丝，不好，哪吒的三昧真火还不够精纯，无法炼化。现在知道可来不及了。哪吒，快停下来。我的身体。休想！既然你不识趣，就一起留在这儿吧。哼，你也配？蝙蝠毒，这蝙蝠毒非常诡异，竟然连百毒不侵的你都能麻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你有三昧真火啊！只要能够调出最本源的三昧真火，就一定可以解毒。还记得心神合一吗？用你的感知力去寻找心灵深处的真火之源。这就是真火之源？啊，好热！你敢烧我？我不管是谁把你咒在这里，既然你在我的体内，就给我乖乖听话。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大禹的坐骑，今后你就坐我的坐骑吧，赤魂伏波。糟糕，太晚了，这个声波会让人迷失心智。干得好，不愧是大禹的坐骑。啊，哪吒小心。你还等什么？前辈，请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我的坐骑，你这个家伙，下一个就是你。真火之源，这不可能。我的娃娃，哪吒，你的毒蝙蝠精正在燃烧本命妖力，催生体内的毒性。哼，逼我至死，谁都别想好。不好，他要自爆身体释放毒性，如果毒气蔓延到陈塘关，那就危险了。那就镇压他，看他如何自爆。镇哇，给我永远待在这燕子石下了。